助手、助手、戸島は進む。助手、よいかすみ、よいか。洒落た文句に振り返りゃ、お国なまりの袈裟武士、ひげが微笑む。麦畑。いいぞいいぞ。腕を叩いて遥かの空を仰ぐ人。一往於人喺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打仗嘅时候，我用赵田嘅名帮佢哋做翻译。曾经叫他们帮我找一个日本人的下落。在8月29日傍晚，他们说有好消息，接了我去宪兵部。我走难的时候同班朋友开了间洋酒厂，出了两只米酒，一只叫太白，一只叫初恋。有个宪兵问我为什么叫初恋，是不是纪念过初恋情人？我说饮酒同初恋一样，越饮得多会越醉。如果所有人饮醉晒几好，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人记得去打打杀杀。个宪兵话我咁有想象力，应该去做作家。我真系想话俾佢听，我的确系个作家。佢问我想揾个日本人嘅名系咪叫伊沙奥？佢话伊沙奥喺1920年由日本派去驻守山东省，1934年调咗去上海嘅日本租界。点解会撞佢唔到？当时我都喺上海嚟。確かに彼は1943年広州に派遣されていた。喺1943年佢派咗去广州。我觉得伊沙奥一直想避开我。伊玛娃，我好想知道佢喺边度。我揾咗佢20几年，但系宪兵冇答。他们只是问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托他们帮我查这个人已经有大半年。我敷衍他们说只不过是老朋友，我小的时候在日本读书认识的好朋友。另外一个宪兵问我在日本读什么科，我骗他们是读医科，不过都不重要，反正现在我都是靠卖酒为生。他们拆穿我，他们问我是不是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法学部政治科毕业，是不是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拿到学士学位。他们早已知道我是郁达夫。他们说找得我很辛苦，还问我到底郁达夫是不是我真名。我只有说是，我怪责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问我，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查。そう、そうだね。佢哋話知道郁達夫係一個好出名嘅作家。我知，我知道我越出名，我就越危險，就越多麻煩。
佢哋盤問我歷史，我亦都坦白話曬俾佢哋知。我係喺1913年去咗日本，住喺東京。當年我哥哥係北京嘅司法官，啱啱要派去日本考察法律嘅事務，見我已經17歲，但係仲未揾到適合嘅學校，日日就匿埋鄉下嘅書齋度讀古文、讀古詩，於是就帶我去東京。不要丟中環的面子，回熟去。一吃飯不可吃得太飽，日本米難消化。二穿衣不可半中半日，要入鄉隨俗。三出入房間應要行禮。四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五廁所的木屐只許大小便時穿著。六穿和服不得穿西洋皮鞋。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うるせえ。たあいうえお。黙れ。おめえうるせえぞ。さすすせそ。たつとてと。なに。この野郎。おめえアホか。シナジンちゃんころバカシナジンシナジン、あそらシナジンバカシナジンバカ、あー聽講孫中山同黃興一班人前兩日嚟咗東京喎。唔係嚟，係逃亡。革命注定失敗，由宋教仁俾袁世凱暗殺開始，就知道國民黨會俾班軍閥打到潰不成軍。又嚟啦，只談風月不談政治啊！呢啲唔係政治，係切身問題。唉，算啦算啦，達夫啊，你最近學識幾多個日本字啊？我得知是那字八噶。日本人叫我哋中國人做支那人，係侮辱我哋，睇唔起我哋。你都係考唔到官費留學生噶啦，聽日翻鄉下成世做羣腳仔算啦。唉，等佢考下睇下點先啦。熱海喺東京附近，一個好出名嘅温泉區。日本人好中意浸温泉，但系我大哥一直冇带我去见识下。做咩去咁耐啊？冇啊，浸得舒服啊嘛。是啦，静。爹啊，我留咗部东洋车喺里边咯。算啦，要赶火车啊。小姐，我都系中国人嚟噶。我叫达夫，姓郁噶，你呢？请问你贵姓啊？小姐，我以前姓赵，而家姓后藤。你哋住喺边度噶？阿爹未决定啊。咁你哋去边啊？我哋会喺度开饭馆。喂，小姐。
叫家叫古吹沙噶，阿玛基加米阿卡玛基加米，基玛基加米，托叫托托叫叫家叫古吹沙噶，阿玛基加米阿卡玛基加米，基玛基加米，托叫托托叫叫家叫古吹沙噶。为咗应付官费留学生考试，我每朝五点钟就起身读书，晚黑又去夜校补习，三个钟头嘅日语。临到考试前三个月，我经常读到第二朝嘅五点，直至听到附近炮兵工厂放夜工嘅汽笛声为止。我哋要翻去，北京安排咗我做大理院推事，好高薪噶。我考到啦，可以用政府嘅钱留喺度。你自细俾人妈纵坏，唔可以冇人照顾。我十七岁啦，未够廿一啦。哥，俾我留低啦，我会勤力读书，我日日冲凉，晚晚刷牙，瞓觉会熄灯，内裤自己洗，一个星期剪次脚甲，挖一次耳屎。Eden Lonnie 生 ，Eden Lonnie， 你系中国人，唔系日本人。我想讲你知，我学日本话学得好辛苦，但我讲得好好啊。桥话 ，Eden Kittens 呢，多么 ，Kotosamadista。哎呀，我叫你学日本话，冇叫你学得咁好。你要学好嘅西洋科技，学工业，学机械，学啲实用嘅科目。你咁孱弱，翻去做姑呢，你又托唔起；拉车仔你又拉唔喐；翻去下耕田你又拖唔住只牛；读唔成书你就废人一个。你自己一个人小心啲啊！系，我唔想留喺东京，大城市嘅人太冇人情味。我揀咗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聽聞呢度係盛產美女。部屋探してるん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ね、あの人たち汚くて好独身がないだから週に一回も入らないですよ、お風呂に。体を拭くだけ。シナ人ってバカね。私もシナ人です。まあ、系咩？你个样唔似嘅。八卦山中中中，八卦水涌中中中，可谓中华血流汗滴作先锋。河山，我系啊，思思哥。我系啊，思思。喂，你新嚟噶，行啦，唔使揾啦，肯收留中国留学生嘅系得呢间嘅啫。喂，老黎，有冇睇报纸啊？我哋见过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啊，仲影咗张团体相添啊！我企喺最前排噶，认唔认到我啊？为咗反对政府签住廿一条款，我哋劈低书包，翻北京递抗议书，得到空前嘅成功。我系名古屋嘅学生代表，以后有咩事你揾我得噶啦。你真系唔日本仔噶？有冇见过汉奸？呢位老国最唔爱国嘅中国人，要数佢第一。娶咗日本婆，生埋日本仔都唔紧要。唔该你出去。好多人为咗抗议廿一条款，同老婆离婚，劈低仔女，跟大队翻北京。但系呢位郭先生不顾国家大义，你出去啊！做得汉奸就唔怕认，大夫，你认清楚呢啲民族败类啦！咁爱国廿一条款有冇推翻到啊？成败唔重要，最紧要系原则。咁有原则你又翻嚟？我忍辱负重啫。汉奸嘅狡辩。喂，小舒。喂，小舒。
哎，你啲德文点啊？快快，呢个系达夫，新嚟噶。系小舒啊，今年系咪留班啊？系。咁你哋系同班同学啦，小舒又系读医科噶，握手啦。喂，入嚟啊！喂，嚟嚟嚟嚟嚟嚟，入嚟啊！我哋唔喺度，你威风啦！你睇，瘦得行骨咋？一棒半棒啫！哎，快啲招工！你玩过几多个日本妹？5个。咁少？10000啊！饮酒饮酒！饮杯！点会你噶？大夫，快啲叫声黎大少。发神经啊！你要跟老黎学习，我哋国家要现代化，你个脑筋都要现代化，读书要美国化，着衫要欧洲化，食烟要英国化，女人要东洋化。失礼します。呢啲咁嘅地方叫做下宿，系专门招呼人哋一班污糟邋遢、不顾礼节、廉耻嘅支那人。谭冠系特别为我哋而设。Couldn't bargain, couldn't bargain, couldn't talk, couldn't talk, or fit us in, or fit us in。我去过图书馆揾过，每本医学书都话自慰会好伤身体，系最有害嘅行为。我要勤力读书，唔可以输俾日本人。おはよう。喂，大夫啊，昨晚有冇快活啦？咩啊？智慧啊！好伤身噶，第朝记得饮啲鲜奶加蛋啊。对唔住啊。食多只鸡蛋啊，仲补啊！大夫，你做咩啊？你喺度食紧生鸡蛋啊？食咗两只？你而家已经唔系细路仔啦。
你哋好中意偷睇人冲凉噶。我知道老周同老礼都唔系好规矩，你帮我劝下佢哋啦。啊，食多只啊！东京嘅几十间中华料理我都揾过晒，唔知佢会唔会嚟咗名馆屋啦？ごめんくださ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や参っちゃってよ。本当にみっちゃん太郎のこと話してくれるのも本当なんだぜ。お前嘘じゃねえからよ。おっねちゃん可愛いな。お。おい。シナ人出ていけや。出ていけよ。お客さんこちらもうちのお客さんなんですよ。黙ってろよ。この暴国野郎。日本からさっさと出ていけや。뭐래그래여보저다신내대게요고노시나야로내대게요내좀해식방은내대게요난다요기사마난다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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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난다先生，唔该晒你啊！我唔系要救你，你系中国人嚟噶，你系边省嚟噶？我系日本人，不过我喺满洲住过，我正话教训我啲同胞啫。后来我先知道佢叫伊沙奥，系高我两班嘅同学。旗持って南寺祖先の威風を検証するに足らん。この道は実に我が高僧高僧の威訓にして子孫人民の日本人每逢開學畢業都會有一個儀式，係朗誦明治天皇喺1890年頒布嘅教育敕諭，叫日本人忠君愛國。皆その徳を一に先こと恋願う。明治23年10月30日。余命御事。我唔会输俾佢哋。岡田勲、入れ。はい。今年のこういう雑誌は11月中に出版する。母校のためにみんな投稿しよう。はい。我社民作詞、唔会输俾佢哋。用啲力嘅支那人。俾我。站住。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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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怎么样？哎呀！铁军 ，K.O. 支那人，唔怪得你哋仲亡国奴啦！你同个孱仔对调，去。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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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过来。次。登来。次。登来。
嘢嚟？你哋个个都系咁冇用噶！你点去为国争光？你点有资格做留学生？快去耕田啊！支那人！起身，仲有野外训练。喂，小朱啊，不如我哋一齐，唔好跑啦。喂。话了你嘅，喂，喂，喂，你唔好走住啊！嗱，冇，冇，啊！你知嘛？体育部嘅主任系陆军步兵中佐，呢度教体育嘅全部都系军人嚟嘅。仲要挨几耐先唔痛啊？成个月咯。挨多三年啦，你就有资格当兵啦。慢慢唞下啦。小朱，你几多分啊？你呢？75分。我谂我叻过晒班本仔啦。你呢？唔会啩？你重读噶？爹子，お前75点だってな。どっか間違ってんじゃねえのか？ちょっと見せろよ。シナ人は知能が低いのに65点以上とは信じられねえな。間違いじゃなかったらよ、お前カンニングしたんだろう。そうだよ、シナ人根性曲がってるからな。や达夫，你最近经常逃学喎、啊？我唔系逃学，系唔想上体操堂。懦夫，靠！呢啲唔系体操，系你日本人军训。我唔系日本人，每个人都需要军训，你更加需要。You're too weak。我冇需要当兵，我系学生。唔怪得知你哋啊签廿一条款啦、啊，你哋支那人等住做亡国奴啊！啊！算了，达夫，同你讲下笑都唔得。如果你真系三年唔上体操堂，你毕唔到业噶。我冇睇过呢个医生啊。我屋企不嬲睇下佢嘅，有啲医生唔使见到病人都识睇病嘅，只要佢见到钱就会开眼噶啦。佢证明你有哮喘病，你就唔使再上堂。要收多钱噶。Come on, cheers. 我冇钱还俾你噶，点解你要帮我？为爱繁华，误学先。春明梦醒，有睡莲。
春江钓涛是不是你的笔名？我是校刊的文艺版编辑，你投稿的九首汉诗全部入晒选，编辑部所有人都很欣赏你的诗，认为你的潜质最好，俾啲心机啊！多谢，我不过试下玩下嘅啫。做咩咁谦虚啊？冇人同你玩，系你努力用功得翻嚟嘅成果。认真啲。我只系佩服啲有胆识、有干劲、有才华嘅人。有位前辈都好想认识你。真是难得。一个月前二沙可带你的汉诗来这里给我评阅的时候，我见到春江钓涛这个笔名，还以为是一个中年人，原来是一个十八岁这么有才气、这么有潜质的后生仔。你的日文都不错，来了这里这么久，有没有看过我们日本哪些作品的吗？我最深印象的是贵国的源氏物语，令我好感动，我最喜欢这本小说。哦，这本古典名著好难读的，文字又深。我当时只是一个十八岁的无名小辈，福部丹峰先生已经是一个好受日本人尊敬的诗人，他竟然一直送到我火车站，他令我想起我父亲。我三岁的时候他已经过了身，福部先生好慈祥，一个我好敬佩的日本人。ズバ玉の世の吹け受けば茎を売る清き河原に千鳥芝なく清き河原に千鳥芝なく清き河原に千鳥芝なく。失礼します。お待ちどうさま。おいしいですか？あ、うまいよ。認得我吗？どうも、すみません。ね、喺二海温泉区呢。记得吗？我哋一齐浸过温泉噶。达夫，呢间系正当嘅饭店嚟噶。真噶，我仲追住佢黄包车添。喂喂，哈哈，估唔到你会对女仔咁猖狂。我真系见过徐仔衫噶。真的见过的。你个肾有事啊？你入咗咁多都唔使小便嘅？我冇所谓嘅。大夫啊，不如冲个凉啦。喂，等阵先啦。佢喺度啊！快啲啦！食唔惯啦！我真系同佢冲过凉噶，佢有纸喺度噶。真嘅？喂喂，好啊喂，喂，翻落嚟啦！喂喂，你背脊后边粒痣，有人话见过我。喂，上嚟啦！又系你话要睇。哎呀呀，你中国人！お客さん、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喂、小姐、小姐、对不住啊。唉，冇咁心急啦。
達夫，乜你好中意佢咩？我都好中意佢。你唔使小便咩？我唔急啊。我認識佢先，你唔會同我爭嘅。會 ，Why not？ 約法三章，我哋仲係好朋友，公平競爭。一，唔准單獨約佢見面。如果佢約我呢？二，唔准講對方壞話。Sure。三，唔准主動向佢示愛，由佢自己揀。Okay. That's all. 嗯 Bye. 这么大。我意念君，君不应。满襟红泪来轻贺。你嘈醒隔篱啦！可唔可以开门讲两句说话？喂喂喂喂！我意念君，君不应。满襟红泪来轻贺。烟花本是无情物。莫以空喉夜半歌。小姐，喂喂，唔好啊！喂喂，唔好玩啊！你以后唔好再嚟搵我啦。点解要避开我？你想断边只手啊？啊！两个中国人在日本的温泉度碰到，仲一齐冲凉添，你话系咪缘分啦？我以为你是日本人先落水啫嘛。哦，日本人你就可以一齐同佢冲凉，中国人就唔得。唔系啊。咁即系得啦。唔得啊，边个都唔得啊！我初初嚟日本唔识啊嘛。我嘅系咯，我以为你系日本女仔，习惯喺男仔面前除晒衫裤都唔怕嘅。哼！我揾咗你好耐啦。我一定唔准我接触中国人。如果俾佢知道我识得你，仲同你一齐冲过凉，实打死我哋咯！佢里面啊？佢前日翻咗广州未翻嚟啊！咁我哋听日咪可以一齐去玩咯、啊？我又话去咩？他叫伊莎哦，是我好朋友。气氛够唔够浪漫啊？我哋嘅约法三章点啊？咩约法三章啊？冇啊。讲俾我听啦。冇啊。你个死奸鬼啊！喂又嚟？你要讲我啊？喂，讲唔讲俾我听啊？都话冇咯。我斩死你个！真的冇噶，讲啦，喂，仲唔讲啊？我斩死你！you
翻去先睇啊。Think I love you. 佢讲咩啊？点啊？快啲讲咯！佢话我爱你。日本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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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に変わりて釘を打つ旧友無双の我が兵は観光の公園に送られて今沿いで立つ父母の国片づま生きて帰らじと誓う心の勇ましさあるいは草に虫かくれあるいは水に飛び入れて万事を恐れず敵情を視察し帰る石膏へ肩に抱える一軍の半径はいかに重からん道なき道路に道をつけ有人约我打剑道，我要走先。你叫人打劍道未啊？去睇下啦。识噶，原来打打下咪识咯。嗱，你啊？喂喂，我唔得噶。我真系唔得噶。发啲咯。佢好怕死嘅，佢唔敢同我打。不如你同佢打。好啊。呢度系禁止女性入嚟。不过我唔在乎。啊！你唔准守诺言，你唔系君子。唔遵守诺言嘅唔系我，系你。咩诺言啊，达夫？亲爱的龙儿。
这是我第一封写给一个少女的信。俾翻我。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独个儿在房间里思念着你。每个晚上我都会扫描着与你白天在一起的情景。无赖，你同其他日本人一样无赖。你唔敢讲 I love you， 你怕死。无赖，咁样唔系叫君子风度，系怕死嘅懦夫。我翻嚟。嗯，阿妈写信嚟话我年纪唔细，应该要结婚，同我安排咗一个女人，叫我暑假翻去成亲。中国人仲系咁封建守旧，唔怪得袁世凯都有机会做皇帝。边个啊？我啊，龙儿啊。等等啊！我想知道嗰封信嘅内容。我想讲话系我写俾女仔嘅第一封信。我知道，仲有咧？呢段时间我好开心，呢生之中我都会记得喺呢段咁苦闷嘅日子里面，你带俾我好多快乐。冇啦，封信好长噶。写嘅时候好似好多嘢咁。想起来都是这几句。那即是什么啫？即是总括来讲，我爱你。是不是？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乜你这么坦白的？我讲一下而已嘛。我是第一个啊？是，不是，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女仔，仲写过好多首诗俾佢添。嗰个女仔真系幸福啦，嗬？系几时嘅事啊？我十一岁，佢九岁。十一岁啊？我未试过啊，我阿爹好严噶。咁日本男仔咧？我嚟咗两年，今日系我第一次偷偷地走出嚟嘅啫。你最亲热嗰次系点噶？冇亲热过？有啊，我摸过佢嘅手一次。点算系亲热啊？摸啦，我有两只手啊。哎呀，好痛啊！饮杯啊！我要食奶奶啊！嚟啲水。喂，小心！问啊，我唔翻学唔读书，我要食奶奶。我唔翻学。老二，我听日放学搵你啊！我要食奶奶。喂，早晨，小舒，你唔翻学咩？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用读书都可以这么好成绩？我不知道。哎呀，我爷是秀才，我爹又是秀才，我一出世他就过了身，我没用，考不到官费留学生，但是我阿妈还想我衣锦名归，卖田卖屋卖地都要我哋日本读医科，我做唔到医生，我连德文都读唔嚟，唔敢翻去。我点同我条村啲叔伯兄弟讲啊？佢哋叫定我做东洋秀才啦，点算啊？你话你好憎日本人？抗议他们霸占东三省就得了。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有了人了。是啊，你保重了。是。
我进来。どうぞ。好大间，系咪？我阿爹系军人，亦都系外交官，唔关我事啊。其实你想约龙儿出嚟，唔使揾我噶。我嘅朋友得你识得龙儿，你系日本人，冇咁易俾佢阿爹发觉。原来我呢个日本人对你仲有啲价值。Cheers。吴梅村嘅梅画系我家传嘅名画，请你代我出样。点解要卖？中国政府要改翻帝制，时局好混乱，我啲官费仲未寄到嚟。攞去用啦。我唔想你卖咗佢，我都系想你同我揾个买主。做咩？中国人的文化财产怎可以卖给第二个国家？我想买件定情信物给龙儿。大夫，你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做适可而止的，是吗？感情是不可以制止的，没有尽头的，没有东西可以阻挡住。那理智呢？人不是被理智支配的。我是。小叔跳火車自殺，有人見到佢捐入車底，剪到支離破碎，呢度一攤血，嗰度一忽肉，一塊塊嘅碎骨頭。希望他做了孤魂野鬼都可以飞过日本海回自己乡下。回到又怎样？不是做孤魂野鬼。Ja und nein, wohnt Heidi Ebler in München? Ja, sie wohnt in München. Reist ihr die Suslav München? Ja, reist. 喂，大夫，一起帮老李践行啊！他就快做大官了，他未毕业噶。你不是不知道上海通街通巷都是大学毕业生，一日扑嚟扑去找嘢做啊！书可以不读，关系一定要好，行啦，去读书。老李是黎元雄的远房亲戚嚟噶。Ja und nein, wohnt Heidi Ebler in München? Ja, sie wohnt in München. Reist ihr die Suslav München? 有信啦。妈，失礼します。部屋間違えたようです。封信我冇睇过。你拎翻扯，封信系俾龙儿嘅，我亲手交俾佢。坐低。啊！你身为官费留学生，所用嘅系国家嘅钱，你竟然喺度风流快活，你而家用紧嘅一分一文，都系中国人民嘅血汗钱。我而家读得好好啊，每科都有六七十分以上。卜部专长，
你知唔知有几多中国人仲系文盲？每分钟每秒钟仲喺度挨穷挨苦。外人唔系读书机器，我需要朋友。我对龙爷真心嘅，系真感情。你想同我个女谈恋爱？大学毕业先至嚟揾佢啊！走。我等咗成个月，先等到二沙可嘅回音。佢真系帮我约咗龙儿。袁世凯死了，国内很混乱，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另起炉灶，我希望这次回国可以帮到他手。你带埋他们一起回去？我一个人回去。我想过，我不可以苟且偷生，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如果我再不走，我会埋怨自己一世。我不知道，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你只是占几亿分之一，对于他们，你不只是三分一，你是一家之主。每个人都好像你这样想，还会有中国的？你可能会做了英雄，他们得到了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我自私啊？你以为你不自私啊？你读书为了国家咩？你写诗为了爱国咩？你喺度发泄，喺度自慰。ごめんなさい。撞到我朋友嘛，佢要摆低个日本太太同个女，自己翻中国，我咪走去乒乓打佢身咯。真系嘅？我哋揾个地方坐下。唔坐啦，不如我哋去公园啦。我唔去啦，我约咗人要去打剑道。阿夫，你照顾龙儿啦。好耐冇见啦。不如找个地方聊聊。不要了，我们现在去公园呢。啊，正话都好太阳的，真闷啊。你件衫好靓啊。而家先睇到咩？你阿爹都唔系好古板啫。系二生我送俾我生日礼物，系新历唔系旧历。你成日同埋佢一齐噶？我讲开生日，点解你唔问下我几时生日啫？咁你几时生日啊？要我叫到先至问，我唔讲啊。点解你冇嘢同我讲嘅？搵笪地方坐低好唔好啊？冇嘢讲，使乜坐低？坐低咪自然有嘢讲咯。我知有处地方好静噶。
去边啊？电影院咯，上次睇唔成，今次可以补翻数啦。诶，你睇下，几靓！冠贵啊，坐喺唞下。要翻屋企啦，阿爹可能今晚翻屋企噶。龙儿，其实你知道我有啲心事想同你讲。咩话？我有啲心事想同你讲。都天黑啦，你又唔早啲讲。你想逃避啊？逃避？逃避咩啊？老鼠仔，大笨象。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シナ人の長という人知りませんか？あ？あなた方はシナ人じゃないかな？いいえ、私たち朝鮮人です。ごめんなさい。君シナ人だろう。いえ、いえ。それじゃ長という男を知っているか？いえ。知りません。我唔想翻屋企住啊。我本来咧就姓赵，我阿爹带我嚟到日本之后，先改姓后藤嘅啫。正话个日本人要揾你阿爹啊？阿爹帮孙中山搞革命，但系成功之后，佢就嚟咗日本啦。佢冇讲啊，但我觉得佢好似想匿埋咁嘅。点解啊？唔知啊，不过我中意姓赵。唔中意人哋叫我葛他生，葛他生。哎，你要帮我手秘密噶。嗯。你啊，好讨厌噶！阿爹唔俾你见我，你唔可以偷偷地揾我咩？我有两首诗登喺杂志上面啊。真嘅？嗯，题名叫《赠龙儿》。第一首是嗰晚喺你屋企门口，几乎俾你斩死嘅时候作嘅。嗯，又有三分情未忘，一分轻薄二分狂，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龙儿，我有几年见唔到你。我专心读书，大学毕业之后娶你翻去，系指落兰香水。你带住佢等我。我嚟咗两年，冇人对我咁好噶。你应承我。我知我系侮辱咗佢，我唔敢再见佢，我更加唔想再见到嗰班污糟邋遢嘅中国人。唔系，佢哋唔系中国人，佢哋系支那人。
야ここはうまくないだし住めるところじゃねえよお願いします第一食事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ねえお願いしますでもとても住めたもんじゃねえよ何とかお願いしますしなじんじゃな分かった分かった俺が何とかしてやるよともれやと我决心唔读医科，专读文学。救国应该从改革社会着眼，学医只能医治病人，唔能够彻底医治中国嘅问题。但系我二哥回信话唔同意我转科，我都系要读文学，而且一定要大学毕业。最后一次，真系最后一次。由听日开始，我会重新做人。送饭嚟啦！每日都送饭嚟，都午一次，黄昏一次，有时仲会带啲水果嚟俾我。啲事写俾你嘅，可唔可以原谅我？可唔可以俾我送你钱啊？先生，万事要小心保重。十几年啦，再危险嘅事我都经历过。你早啲翻去啦。
喂，おじさん、動かないで。ダメよ。ダメダメダメ。ダメよ。ダメよ。如果呢啲系中国细路仔几好，100个日本细路仔有99个系书读，我哋有几多？我哋将来嘅细路仔，无论系仔定女，都要佢读大学，好唔好啊？喂，龙二，龙二，喂！喂！喂，你有冇放手啊？大夫，你为咩嚟日本？我冇权谈恋爱咩？你冇权。你哋国家落后、贫穷、腐败，救国救民系你嘅责任。你哋战败，就应该虚心跟日本人学习下，否则你哋永远会被人叫做支那人。我唔学你哋，你冇得选择，我要做自己中意做嘢，你一定会后悔嘅。我系人，我系自由，但系你系中国人，大陆唔中意我。我一定要娶佢，我对你唔住，欠你一个人情。你暂停佢啦，你快啲啊！我面对好多困难，但系我一定要娶一个中国女仔。龙儿嘅父亲已经应承我。点解？无礼！我会小心照顾龙儿噶，我要赎罪，斩啦！点解赎罪？每一晚我都见到好多中国细路仔睇住自己嘅父母俾人杀死。点解拣龙儿？系我对你哋唔住。斩啦！嚟，斩啊！斩啊！我不会放弃的，龙儿。是不是仲好像细路仔咁啊？龙儿。
系。我做咗大半世中国人，我受够啦！革命成功又系乱，袁世凯死咗就乱上加乱，中国人杀中国人，根本就冇得救。我要我啲子子孙孙唔再受苦。我唔系姓赵，我哋系日本人。我要我子女世世代代都嫁日本人，娶日本人。我唔要做中国人。爹，我知你个心唔系咁噶。大夫，你肯唔肯做日本人？如果你肯嘅，龙儿就可以嫁俾你。你要改个咩姓啊？雪珠奇、亚麻打、泰纳卡、汉奸，你神经病啊！爹，汉奸，你叫日本人自己做马佢。大夫，大夫，有啲事你明白噶，你唔好带龙儿走。无赖。私は山本源次郎中尉、東京都第七軍28隊に属する。この件から君は手を引いてくれたまえ。どっちかや。この行動は日本皇軍が品政府の依頼により孫文川を潰すためだ。なぜですか。復興部隊は、はい、はい、はい、これは品人の内乱で我々に関係はない。あなたは人を殺したんだ。お前は殺人犯だ。貴様、天皇陛下のご命令に逆らうのか。刀を置け。武法国へ。これは命令だ。貴様、そうじゃ。いざな。あ、佢杀凶手啊！佢一个日本军人，佢只不过系奉命行事。罗布，你，劝过你，叫你练好啲身体。你写诗有咩用啊？你可咩人谈恋爱啊？支那人，起身啊！你睇你几冇用，起身啊！如果唔系你咁，赵先生点会暴露身份？佢将龙儿嫁俾我，系唔想佢受伤害。佢一早知俾人跟踪，你明唔明白啊？龙儿，你点啊？大夫，我会照顾佢噶，你唔使担心嘅，我唔会俾人伤害佢，你自己保重啦。当时好想大声叫，龙儿，唔好跟佢走，我会带你翻中国。我写咗篇小说叫《沉默》，结尾系一个留学日本嘅青年对住个海另一边大劫。祖国啊祖国，我的死线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哪里受苦呢？廿几年，我揾咗足足廿几年。あいつはもう戦死したよ。憲兵は已經死咗。シンガポールで戦死したんだ。あく人生シンガポール。
只系事实，但系我仲好怀疑佢哋系揾错人。呢场战争死咗好多中国人，佢哋唔明白我点解为咗个日本人咁沉痛。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系盟军仲未嚟到苏门答腊，所以呢几日宪兵特别勤力，要执好佢哋嘅罪证。佢哋带咗我嚟海边，再一次问我系咪小说家郁达夫。我话俾佢哋知，中国人写小说都系为咗搵饭食，冇咩大不了。佢又话我帮佢哋做翻译，一定收集咗唔少写小说嘅好材料。我话唔写，我而家又唔系冇钱。佢竟然会问我有冇兴趣跟佢哋翻日本。日本にも友達がいるはずです。我唔知，我唔知而家见翻龙与剑，佢应该系一个四十几岁嘅中年妇人。我太太应该喺呢两日就会生仔，佢系我第三个妻子，仔女计起嚟已经系第十胎。改名真系好伤脑筋，特别系改到第十个。不过，我仲记得我第一个仔嘅名叫龙儿。可惜已经死咗。腕を叩いて遥かの空を仰ぐ瞳に遠く祖国を離れきて真摯に他祖国愛友よ来てみよあの雲けど進めど麦また麦の波の風